咁我哋其實唔使一定要落咗去嘅，我哋可以用棉花棒將個顏色輕輕掃走佢。咁我哋就試一試個紫色。其實紫色咧，咩年紀都啱啊。尤其是如果成熟少少嘅女性咧，更加能夠發揮紫色嗰個浪漫同埋嗰個女性味。反而太瘦女咧，就紫色未必係最好。咁又係用翻我最愛嗰個鑽石紅啦，佢真係永遠喺嗰個眼窩嗰度咧，係永遠都啱用嘅。因為可以營造那個輪廓。甚至呢，你可以用在你的下眼線那裡。這再攞翻個珍珠白出嚟啦。咁夜晚咧，你可以令到自己精神啲啦，同埋日頭已經做咗成日嘢啦，咁可能會有少少攰嘅感覺啊。咁你就可以喺呢度咧加少少白色。同埋 T 字位。咁夜晚咧喺個胭脂度咧都可以加深翻少少喎。咁頭先我咪掃佢呢個頸骨嘅，咁而家咧其實我哋可以試下咧喺個腮嗰度掃落嚟，就可以營造一種比較成熟少少嘅味。神采方面咧。其實由於那個胭脂是深了，我反而就不想說有很多人想著夜晚跟著搽紅一點的嘴咁就精神一點，但是都可以的，但如果當你的胭脂又深了色，眼又深了色，那你就不要嘴又深色了。其實你每一天化妝你就是突出一樣，譬如、我今天很想 突出我就電眼電下你心愛的人，那你就化著重在眼上，那你嘴就不要太深色。咦，不是、其實今年呢、我也想試一下那個、性感的紅唇、當你用紅唇那陣你就胭脂就盡量有那麼淡，得那麼淡，如果不是樣樣都很濃的話就變成聖誕樹了。那由於剛才它胭脂我已經加深了，所以在嘴那裡我就用了美樂家這個叫做 Moonlight 月光。咁當然我哋要加翻少眼線啦。咁記得眼線咧，你可以微微有少少翹起喎，咁可以突出女性嗰個鳳眼嗰個美態啦。記住唔好太多喎，唔好貪心喎。最後一個步驟就是畫龍點睛了。各位畫龍點睛呢，就在你的眼角那裡
我哋加翻少少珍珠白，咁就可以令到咧軟體咧好似有少水汪汪嘅眼睛嘅喎，好似想喊又未想喊咁樣。咁靚女想驚嘅啦，嗬。晚晚都瞓唔著。可能你哋又瞓唔著啦。翻咗嚟又瞓得著。哇！咁咧，咁咧，爹哋就開始驚噶啦，阿女化到咁靚出街。好啦，咁呢個晚妝就完成咗㗎啦。